都没有，你还嫌人家没听过？没事，没想过。那露西派你也懂，是四个晋级当中的吊车尾哦。这个我老熟了，我很常这样子晋级，也就是刚好最后。你别人跟你喝完过后，你跟你别一嘴。这里抽出来一个谱，十秒钟记谱，哒哒哒哒哒哒，时间到弹出来，就这样，就那么简单。那几位老师他们会来看到底。给他几分，但如果当然幸运的话，如果抽到你曾经练过，那就真的有运气的考验，也是人生的一种这个实力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是给豆芽菜的，就是五线谱。对，那有上面写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个是台湾人的发明，简谱是不算简谱？全世界只有台湾在用。真的，小龙老师是唯一他不用看中五线谱的。我用。超屌，因为他是鼓手。不是吧，阿文，不是阿文，阿文是阿文，阿文，鼓手不用看阿文老师了哈。OK 哦，来哦，预备。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三、二、一。Something like that. One, two, three. OK, 他这一首的完整度，我给大概有70%。70%，至少他第一句是非常完整的，后面当然可能记不住，这个是人之常情。对，十秒很短，真的很短，而且没听过的歌，刚好是比较不熟的歌，像如果想如果可以就不用谱了。这个人家是金曲奖的歌，理想混蛋的，你连入围都没有，你还嫌人家没听过？没事，理想混蛋很棒，理想混蛋你好，好，70分，有两位淘汰啊。天哪！哎呦，各位，因为淘汰的是谁呢？是谁？黄商燕，乱猜了，是商燕淘汰了，德军淘汰 ，Why？刚那个30分的记谱哦，是太紧张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哦，对，我蛮紧张的，然后记忆实在是不是我。你不用跟我们交代，你来，你老板。主审，爸爸只坐在那里，还是因为他坐在那里太恐怖了？其实跟爸爸无关，没有关系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学习，还有一个问题，你气到脸都红了，运气啦，对，是运气，因为很多人。他们不听，尤其是学古典，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啊，他们是不听流行歌曲，所以他们抽到运气，对，对，他们每天都在忙功课，都是这些。我并不是为他们找台阶下，但是因为有些人他们比较多的工作经验，所以他们听得到的东西比较多。那这个运气，我觉得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学习。OK， 那露西派你也懂，是四个晋级当中的吊车尾哦。这个我老熟了，我很常这样子晋级，也就是刚好最后。你别人跟你喝完过后，你跟你别一嘴。鬼干的，鬼干的。他们都90几耶，我稳的，我进去。露西派很稳嘞，拜托，什么大风大浪他没见过，但他都进得去。对啊，都刚好第一志愿，对，很运气的，他都进得去。超脏的，里面一堆鸟屎啊！哎，超多鸟屎的啦，大哥，这里哦，你的房间也有鸟屎一堆，哈喽，你起来哈喽。这个你知道的是什么吗？我妈以前很喜欢这种古董家具。啊，皮呢？皮。换皮啦，这个换皮，你就看应该看得出来是鸟会站在这边吧？对，鸟又站在这边这样，是确定这间吗？哎，露西派，我赢，是确定这间吗？哎，露西派，我赢。派派是这一种情况啊，是啊，对啊，要不然会有什么情况？超乱的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大门打开，欢迎客人嘛，请进，超脏的，
超脏的。这刚好是垃圾堆啊，拜托，哎，立马拜托，还能到吗？哎，你确定要把你儿子的？嗯，这样子的房间公诸于世吗 ？OK 啊，那有什么关系？这是这哎，什么鸟粪啊？拜托，哎，哇，哎，你唔烦啊？那个，哎，你环境整洁，你扫一下吧。啊，灯能不能打开一下？你就哎，这个啊，能不能 air condition 你没有没有 ？air 冷气有冷气 ，air condition。对啊，你不省回来的。Can w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Of course, of course， 可以啊。Air condition 给你。那。And then what are you doing now? 我刚刚在弄音乐的东西。啊，我林北跟你讲英文，你跟我讲错。Screw my stuff. And then what are you doing now? 我刚刚在弄音乐的东西。啊，我林北跟你讲英文，你跟我讲错。Screw my stuff. 哎，宪哥，出事了。我，你有孙子了。为什么有奶嘴？哦。What's this？ 那个是之前什么活动送的？你看那上面有写什么什么宫庙送的奶嘴啊？对了，平安呐、啊！我们看有没有口水味啊？有，也不太怕啊。那个是鸟在嚼的啦。啊，你的鸟嘞？鸟出去了，送去看医生了。鸟出去？对啊。哎、欸，谢哥崩溃，谢哥超崩溃的。哎、欸、，Hello，Hello，Hello， 你起来 ，Hello， 这个你知道的是什么吗？我妈以前很喜欢这种古董的家具，结果现在大家搬家各自飞，没有人要这一把。啊，皮嘞？皮，换皮啦，这个换皮。他之前那个早就不行了。你就看，应该看得出来是鸟会站在这边吧？对，鸟又站在这边这样，然后全部。它全部是手工的，是吧？哎，都给鸟站在这个上面哎！哎哎哎哎，对，要站鸟。哎，真的是在做事啦，真的，它工作室啦。哎，里面一堆鸟屎啊！哎，超多鸟屎的啦！一擦就起来了，我就哎，那个鸟是会就会胃肠不好，下不来，对，整肚大是不是？想上就上。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嘛。看一下。哎，大哥！哎，大哥！大哥！怎么了？这一个小提琴现在也要几百万吧？一百出头啦。然后你怎么爬钢的设在？你要我的空间就差不多这个风格嘛，他坐在那边还蛮合适。哎，你如果不拉干脆不行啦！啊，这个真的有感情啊，对啊。说好，要常拿出来拉了。大哥，大哥，这里哦，哎，你的房间也有鸟屎一堆。大哥，哦，这是对，我不知道什么进来这边头很晕。你是香水喷太多？鸟屎啊，鸟屎，我找个东西嘛，你有什么？哦，要找个东西义卖是不是。对啊，找一个东西给我们义卖一下。义卖，因为我的东西都二手没有关系，是不是？都没有关系啊。可是全新是不是更好？全新应该更好啊、欸。我有一个全新的大同电锅限量。哇哦！哎、欸，全新，对，真的全新。但哎，按、欸啊、你不留着用吗？没有，因为我发现我也不能吃米，身体不准我吃，好太多碳水。因为它整个现在瘦下来，有没有？哦，对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是蛮可爱的，这蛮可爱的，这个可以，这个、它我跟你讲，它虽然说不是那么太贵重的物品，可是它这个东西的确是每一个家都会有。对，不错，第一个就找到。对。